会发福呢？哎，你说不定哪天以后结了婚生孩子，你可能也发福了。你父亲是不是？你家里面有人胖吗？我爸年轻时候也挺瘦的，特别瘦，然后就结完婚之后，然后就慢慢变胖。那你想结婚吗？肯定想，为什么不结婚？我一直期待到了适婚年龄。说什么都忘。